分贝家族热身游戏特别放送，音乐连连看。节目组随机播放歌曲的前奏，分贝家族派代表回答，需答出歌名、歌手并唱出两句歌词，则算回答正确。考验分贝家族的默契和音乐储备。我们先测试一下第一首歌曲。测试 ，OK。这是 Travis Scott 的歌吧？这你们哦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就拿近点的玩。对。您随便拍。有生之年，演唱者张远。有生之年，愿你没有遗憾。有生之年，愿你笑容灿烂。我自己的歌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很正常呀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嗨，这都知道了吧？这谁不知道啊？快点，谁来吗？年轻人来。我也不会唱，我怎么跳？这。就是《本草纲目》，周杰伦。如果华佗在世，重阳都被抑制。嗯，外邦来学汉字。外邦来学汉字，激发我民族。激发我民族意识，是吧？对。娘子啊哈，是。狼的诱惑，凤凰传奇。哟哟，好了。娘子啊哈，然后呢？我就说前面两个娘子啊哈，这是两句吧，对吧？答正确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傻呀，谢幕。你不知道吗？我好熟悉的歌。知道了，坤呐、啊。对啊，你来了，情人。对，来，蔡徐坤《情人》。哎，情人默默爱我，你是我的情人。完了。啊、还会唱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我亲亲一个，你亲亲一个吧，你亲亲一个吻，我闭上双眼，你疯狂体会，你忘记我，余更吟啊，余更吟，我懂。你亲亲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。回答正确，保住了，哇。吓死了哥，你们第一次情人。